福传千里，有缘爱相随。欢迎收看《原来一家人》，我是张雅婷。新移民要融入台湾，多接触社会，绝对是不二法门。但是有不少新移民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最主要的原因就出在要照顾小孩。为此，政府部门特地开办了许多亲子共学的活动项目，让新移民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来上课。这个陶笛班很特别，因为班上的妈妈学员几乎都带着小朋友一同来上课。小孩一起认真学吹奏。原来这里是台北市北投区专门为新移民开办的音乐班，特地规划适合亲子共同学习的简单课程。就觉得这个课程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可以亲子共学，那我觉得可以和孩子一起学习，然后共进步，然后又能那个增进亲子间的感情，我觉得非常棒。来自大陆四川的李玉琼带着小姐弟一起来学陶笛，还有印尼妈妈邓美娥也和小朋友一起来，还不错，可以让小朋友学习一些东西，还蛮不错的啦。不论是什么国籍，来台几年了，新移民在台湾有许多的机会和管道，可以一边学习一边交朋友，让姐妹们在新故乡台湾的生活多彩多姿，不孤单。